好啊，欢迎继续收看《大话新闻》哈。我们给大家看的是行政院农业会水土保持局全球资讯网下载专区农村住宅标准设计图，请大家再看一次农村住宅标准设计图哈。啊，咱那种共居是会当起三楼。在大六个人，总共超过50平，五房四厅一厨三卫，你看不到农地在哪里。啊，这是另外一间302哈，这302，这是301，这嘛是三楼，这是54平左右，会当住7个人哈。这间是303，这间是三楼，是66平，会当住差不多8人。这间都入水啊，这间是304的外观，好，这间呢啊，会当起三楼，是66平。会当住6个人，好，这样。过来是305，这间呢会当起3楼，70平，会当住4到7个人。这间是306，好，这间会当起3楼，82平，会当住4到7个人，3房2厅1厨4卫。这间是会当起3楼，85.7平。一旦住7个人，5房3厅1厨4卫，这间308，所以有几种八种嘛，该目前八种哈。一旦去3楼，86.7平，一旦住6到8个人，6房3厅1厨3卫。那是讲啦，农舍无人你讲什么几房几厅的啦，农舍哪有讲的？农舍拢是讲哦，一猪舍、二牛舍、三仓库啦，吼，大概是安尼啦吼。再过两间，这个是另外一间吼，应该是309啊啦，这三一零，所以有一10种给你算。这当去3楼，87平，会当住8人，6房4厅1厨3卫。这呢，一旦起3楼，88.58平，可以住8到12人，6房4厅1厨3卫。哎，郭龙兄，你要先讲。我苏家全是讲，我就是照这起的哦。看了确实予人新鲜啦吼，但是我实在忍受袂住，就讲这是叫做标准房呢。你也记得一定要写标准的呢，标准设计图，农村住宅标准设计图。就是讲标准是安尼哦。我若无甲安尼就无标准啊！迄意思是安尼嘛。我奋斗一世人，40年的寄望，是讲有一条有一间这种标准房，哦，我实在有影足满意啊。但是咱无可能有这种标准房。今日农委会甲盖起来，讲这是921地震重建户才有法度安尼做的，奇怪啊！但一定受灾户才有法度住这个标准房，而阮这个无受灾户的人、无地震的人，袂当标准房安尼吗？所以农委会愈讲愈让人感觉。我一直认为这是陈武雄最后的一战啊！如果讲农民知影，你想我农民知影银少一块啦，啊，农委会主委唔知啊，农民知影饲啊一斤偌济啊，农委会唔知啊，农民知影肥料起偌济，农委会唔知啊，所以我看起来是陈武雄家己的政治性命的最后一战啊！嫁到即马为止，应该早来落台的一个主管，今日还佫唔落来。我相信我今日用，皆是讲安尼煎落去尔尔，伊会讲话流，我感觉足奇怪。中国国民党，你的执政为甚物变到即款地步啦？今日中央你出来处理全国性的物件，你做一个讲一体适用，达官市拢是安尼一个标准，那违法唔对，做一个总体，这毋才叫做中央啊！你刚才嘛讲的，你叫人官市长家己去认定，人官市家己要认定啊！你佫讲袂使，不说了不算。到底是要听什么人的话？如果农委会来做个安尼吼，农民恁袂受气，我也感觉足奇怪。来，那我们现在看哦，嘿，我说农委会的网页改了哦，这是301，有没有看到哈？所以这个房子是303，所以请大家看，这是农委会的网站303。农委会网站呢、啊，印度啊，其实是欧贝，我把它改成彩色的，伊本来嘛是，本来嘛是彩色的啦，哈。这间就是这间，有看哈？这间就是这间，这间呢就是这间，这两间无用，这两间给啥物砍掉的呢？这两间给今仔个改的网页砍掉的呀。这网页改安怎呢？本农村住宅标准图是89年2月3号921啊重建暂行条例，提供921地震重建区民众重建之参考。921重建暂行条例已经在95年2月4号期满。
当然废止了。嘿，哦，所以五年前就废止了呢。哈，徐老师，有可能吗？哎，五年前就废止，那网页上放了五年。哎，啊，然后书家权按照这个下去盖。对啊，那你是陷书家权于不义。嗯。第二个，那废止的意思是什么？嗯，以后盖这个按照这个标准盖都非法吗？嗯。我觉得今天是欲盖弥彰啊，因为被抓到了。嗯，你本来就是鼓励农舍盖漂亮一点。嗯，就人家盖按照你的标准盖，朋友，我觉得苏家权农舍跟这几家比起来，搞不好这还不是那个最漂亮的。你要按照你的标准盖，结果怎样？嗯，结果你要查人家，哎，对，然后人家来找出来资料说，宏宇赖坤成还把这个图给那个谁吴敦义看，嗯，说那这个豪不豪华？嗯，吴敦义还在那边假装来假装去，说两户一户。然后最后说看起来豪华，嗯，那人家就说那是你农委会的标准，啊，标准设计图，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是这样子，你的政策其实本来就是鼓励大家去盖，盖漂亮一点，农村也好看呢，啊，可是今天遇到苏家权，所以整个标准完全改，社会观感，嗯，刚才国栋大哥讲说农委会出来讲一套标准，国栋大哥，如果他讲一套标准，苏家权房子不用拆。苏家权的房子农舍是合法的，那怎么办？那过去三个礼拜是怎样？嗯，大家是白痴吗？嗯哼，如果他弄个标准比较严的，苏家权的是非法，那宏宇，国大哥，嗯，那中少儿会合法吗？嗯，苏家权的是有问题的，中少儿会合法吗？苏家权要拆，中少儿的要不要拆？嗯，苏家权要捐，中少儿的要不要捐？嗯，宏宇没有说什么选副总统的要捐，选立委的不用捐。嗯，选副总统非法，选总统选立委合法，没有，嗯，法律一套标准，没有管你是谁。苏家权要离婚，他中少儿不用。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真的有一套标准来，嗯，如果苏家权是合法，我想请问，那我们过去三个礼拜，那中国时报做什么民调？嗯，这民调证明台湾人都是笨蛋。嗯，一个合法的事情吵了三个礼拜，那如果证明说标准要严格一点。要处理苏家权的，那你能不处理中少和，嗯，我真的很想看看你处理中少和完啊，你处理叶金川，你看看，嗯，马英九的好朋友，你看你要不要处理看看？是，哎，你好，我很质疑农委会今天那个临时改的说法，为什么？嗯，因为农发条例是八十九年一月才修订通过，一，嗯，二月的话，十间厝的设计图给大家参考。你当时看咱政府好了之后，嗯，一个月画十间厝出来，嗯，所以我很怀疑那个说法，也是因为哦，昨天突破讲哎。你自己的范本就比苏家庄引导更加水更加豪华，今日连夜把它改掉，这个叫做欲盖弥彰。可是我觉得农委会你改得不够彻底，你应该把弄改改做破除啊！你讲没有？改做低下啦，对，是过去是啊，不能低下，低调啦，低调啦。你改做低调嘛，而且弄改做破除，啊，面顶看不臭，对，弄安尼，你讲标准是安尼。而且陈武雄出来要开记者会说，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苏家权说谎，农委会从来没有那个图过，一开始就是茅草屋。农民就是要住这种房子，对，你要改就改彻底一点嘛。今天这个动作，农民都请张水，对，我讲农委会今仔这个动作吼，就是代表啥心虚啦。哦，因为伊知影讲，我家己的范本，嗯，比人苏家庄去的更加豪华。你像苏家庄讲，我照你的图去哦，还可以不用请建筑师认证了，我只要照你的样子盖，对，政府就可以核准了。结果你只好连夜去改嘛。可是我也想请问农委会，我唔捌看过一个政府无零告诫的停度。三礼拜，一间农舍有合法无合法，中央政府讲袂清楚，地方政府甲你讲三届啊，讲无问题，阮查过啊 ，OK， 没有问题。中央政府三礼拜一间一间农舍有没有合法，你不知道，你还期待马英九黄金十年吗？一间农舍有没有合法，他都不知道。那请问农委会同样的标准哦，刚刚徐老师建议新闻高雄市政府查中少和农舍。农委会、新闻花莲县政府查一下叶金川的。叶金川，咱等你来讲好不好？对，可是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农民都知道叶金川这个不是农舍，农民都知道。对，朋友，这个我认为哦，农委会哦，他这个是哦所谓的公然哦扯谎，而且哦这个他扯哪里的谎？这个有问题。你下面哦，如果说这个不是如农委会所宣称的话，他这样子改网页，那叫做伪造文书哦，那是公文书了。对，现在庄议员来解释看，这个是不是构成伪造文书？因为我怎样，如果是真的只适用在九二一重建区的时候，他一开始的网页公务人员做事就会写，这个是给九二一用的，其他不适用。我交行政的，我会不晓得。哦吼吼，所以
所有政府如果是特别条例或什么哈，他都会注明，不管那个字哦再小，他一定要注明在上面。我在怀疑这个东西真的是只有九二一重建的时候适用吗？因为逃到徐老师嘛，共轨啊，如果是只有九二一重建的啊，那个日期到了就会要撤掉了。对对，是不是？五年前就到了，对吧？对吧？怎么会不撤掉还放在上面？那如果他不是给，不是说只是九二一适用哈，而是大家都适用，好，那现在他改，这就是伪造文书。哎呦，哎，黄宇，我请问哦。我那落的吼，因为有人这样换我啊，对吧？我叫你这样的吼，落去去掉以后，你讲啊，那是九二一盖的，现在不行，给我跳跳，我不是这样赔，对哦，是不是？这个是有违法的问题哦，这是这个问题可大了，我希望搞不好农委会明天又拿掉了，不，黄宇这个已经是他被听你这样讲了害怕，没有，这个犯罪事实已经成立呀，哦，我也跟民进党的立委去查看，这个是真的只能适用在九二一条文上，还有另外一个哈，我有什么怀疑？张立武一个听众卡里来哦，伊讲叫安尼去有补助偌济啊？干我二十万呢？对，查看卖到底农委会从补助到当时，是不是只有九二一的？嘿，差不多到95年，过了你还在补助？对，哎，你喜欢什么嘴？我唔知呀，这庄议员佮怎样？鲁肃，哎，鲁肃，来，庄女士，贪渎的其实哦，政府佮放伫网站讲，农民你照这个标准来去，这等于讲行政指导啦，讲恁尽量安尼鼓励嘛吼，台湾吼。无迄个政府会当去规定讲你厝爱起安怎，只要我容积建蔽，顶多伊会甲你限制，你袂当超过。这个代志到今目前来看，一定是一个政治斗争。雅虎哦，今麦在做啥？你敢知？个个在讲做工，要听还是要管？要离婚的偌济？今麦个在做这呢，今个在做这呢。所以我是认为讲台湾已经无是非啦。你主要看庄少华今仔一脸感觉伊作委屈，安怎讲伊感觉作委屈？你敢知？下晡好，是无属于，即我感觉是文化大革命。再搞民粹。今仔日下晡4点外，郝龙斌离会啊。郝龙斌安怎讲？你敢知？我也是农民呢。郝龙斌嘛农民。郝龙斌讲伊嘛农民。连瑞新两位先，较早伊买农地，大家知嘛吼？当庄少华今仔即件，人家逼出来了，伊连感觉讲啊，连瑞新也农民。你郝龙斌是安怎？你也农民？是安怎？我今仔来民进党，我讲伊我遮来。所以我讲你讲标准来一致。今仔日阮。台北市的官员甲讲啊，哪里敢知？像庄议员，那个好无聊。我说什么好无聊？农舍那个好无聊。我说啊，好无聊是什么意思？你叫我们台北市问一问啊，赶快来问我们啊，在哪一件台北市这么多农舍，哪一件是农委会来接手的啊？诶，我搁对嘞。伊都我讲啊，你的标准在哪？跟我讲一下。伊讲哦，第一啊，地费哦，你超过2500平方公尺啊，吼，那是89年以前的吼。若无呢，申请农业。哦，农用农地农用使用证明，伫咧申请咧，伫区公所申请，即第一个程序。第二个程序就是讲农舍申请人资格审查，伫咱产业发展局、产发局。申请出来了后，歹势直接到建管处。我昨下就甲叫来啊，我就问产发局甲建管处，我讲甲恁申请刷的吼，曾经几件农委会来伫遐指指点点的，甲揢出来，伊讲他放屁。根本就没他的事。我们台北市就是安尼。台北市，这个官，咱个叫你大话呗。这我较歹势啦。我讲，你个敢指点这个个真好。指点落台北市政府，我无敢咬。意思讲哦，连台北市政府都看袂来，讲这叫做无聊啦。你是不是农地农用哦？这部分啊，都区公所遐嘛哈。对伊来讲是无聊，对陈汝祥来讲唔是无聊哦。所以讲啊，不过你才想哦，台北市你那计是无龙虾哦。有啦，好迄个无龙虾，迄都算台北市的呢。所以这部分慢慢啊，社会大众就知影讲，哦，要是哦，一空遮尔啊大空，国民党为着选情，甲即马目前危机遮尔啊重，连龙虾杀出来啃，啃到尾啊，伊讲，到尾啊，哪拢啃着我家己。我要讲的就是讲。这个政府政治操作到伤过离谱，你甲看嘛，庄少华伊嘛感觉委屈啦，伊毋是牵着国民党了，伊牵着足侪百姓，无唔对啊，伊民进党内底足侪是农业县市嘛，所以遐伊当然感觉民进党你读个火，你读个你就莫咧烧，我咧看是全国拢莫咧烧啦，
中少我感觉想法，伊嘛感觉，我嘛感觉伊小可委屈，你知不知？我讲伊当当伊知影讲郝龙斌，伊第二回甲大大讲伊是农民，今仔哪讲的呢？今仔郝龙斌二回讲我也是农民。啊，你有甲问讲农民的龙虾变哪起无啦？啊，种啥无？迄个时阵都唔是我的时间，我咧已经甲问煞啊。所以我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当当中少我知影讲郝龙斌也是农民，林瑞新也是农民的时阵，伊感觉讲啊，阮某逐工。中少和因某，都逐工在替伊走摊嘛，拜甲礼拜拢在替伊走摊。伊是传出来美浓镇的镇长最佳黑马咧，安尼啊，对不对？哦、啊，意思就是讲，啊，他有去无代无志，你甲拍苏家传啊，连恁某也甲拍来，要怎啊？啊，拍到尾也咪拍到我中少和，中少和就安尼有足侪，有足侪啦。无咯，影视足侪大官啊、立委啊，有龙虾，因拢皮皮抓，你还知？来，龙来。哎，国民党吼，一百岁吼，不是刚刚烧到中南部，北部嘛足侪农舍的呢，宜兰嘛足侪农舍的呢，即马足侪人真正出来蛋啦。陈武雄吼，我是奉劝国民党的这个人士吼，国民党的朋友，好好的捧他啦。以国民以这个陈武雄这种吼，真正喝大这种叫小，未来绝对是国民党明日之星，绝对是行政院长的首任人选，硬熬到这种地步。郑大哥，我请教一下，今天有一则新闻啊，说有一个网友哈、啊，他拿一个去药房拿一个空白药袋，写上自己的名字，写上自己的名字，用这个药袋啊去请假，这样就犯了伪造文书罪。那今天假设在官方的网站，昨天他拿出的范例是这些哦。昨天那个范例那个网站里面完全没有标注说本案件必须比照921重建特别条例的标准，完全没有。今天突然跟你弄一个说，哦，这个是比照921的这个标准才可以盖的农舍，而且五年前就过期了。如果昨天没有标志，他今天突然献出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有明显的在伪造的这个嫌疑嘛。谁说这样的一个范例是921重建特别条例里面规定的？法条翻来看看。第二点，我提醒大家哈，为什么现在会搞成这样？其实很多人在讨论民调了。我跟大家讲，不用看民调了。你光看今天打这种乌贼战，打这种下三滥的选战打法，你就知道马英九哈这次选情有多么差了。是，因为我补充一下，哎，谈到博文公，我还想到，前几站不是有一个旅行社，嘿，标错价，一条爱叫赔，连民间机关都爱吞罗公爱叫这标错价的叫赔，啊，政府的网站会使，哎、欸，人家你讲安尼，你传的会让乌白改。这可能没收你的口哦。哦，我在公然造假，我一定要查下去。这个是法律问题，这个不是观感的问题啊。我是觉得龙伟，你不要被侯老师恐吓，你晚上赶快把这图改一改，改做低调。等一下，我们先开放给大家call in来，先休息，先广告。